大家好，我是梦林啊，今天给大家带一个我们的这个量推的这个澳玩版本的啊，这个就我们的这套源码，我们今天来跑一下里面那个教程，这个解释挺简单的啊，新手也可以来上手的。我就从装宝塔给你们说起啊，这个非常简单的。服务器的话，我这里用的是4核8G 造的，因为这个量推比较吃那个内核啊，4核8G5兆的我用的是。然后 Linux 的话，我们一会儿装7.3的啊。这个是环境安装啊，就今天晚上我帮你去那个我猫的一个 Redis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教我们来先从那个宝塔来说起啊，教程时间也是大家慢慢的观看。宝塔装完了，他们要搞一个，复制第一个，是我们的第一个。这里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系统。结束上这个宝塔的这个命令啊，回车。然后跟他拉了一个自动执行，宝塔这个命令，然后还有确认一个，这里会叫你确认 Y 还是 N，Y 就是 Yes， 然后 N 就是 No， 同样的意思。这里 Y， 然后回车，啊，就接下来就等他这个安装好，安装完。好一点的服务器，它安装这个宝塔是非常快的。这个我们再等一下。没那么简单，就能找到了的。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，总是不安，只好强悍，谁谋杀了我的浪漫？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，别的全不看，变得实际，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，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，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，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，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。好了，我们的宝塔已经安装完成了啊，这个要自己收藏一下啊，这个面板地址一定要自己收藏一下啊。好，我们就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这个宝塔，这个上插件。
不要点赞装啊，我暂停一下，把这个账号定一下。好，我们继续啊，这个已经登录成功了啊，这些环境我都是没有安装的啊，这些环境都是没有安装的。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环境啊，数据库 5.6 啊，然后先安装数据库 5.6。没事，啊，安装5.6的，5.5的也可以啊。点击提交，确定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 Java 的这个项目管理器啊，找一下啊，这个不是这个一键部署啊，是这个 Java 项目管理器一键看清楚啊。点击安装，确定。好，安装成功。安装成功之后，又是我们的这个。发的这个，然后还有我们的 Redis 6.1 Redis 的6.1安装，直接就安装了啊，或者是你默认是6.2也可以。啊，等待它一个安装完成。3:07的醒了，巨幕星期万，我用7秒忘璀璨，也用其不见我了恩怨。我这人无悲不欢，不饮孤酒我不买酸，不计行前不怨天，也不为立马守时辰。我拼了7两米酒浓，也催战气我解酒虫，我穿过阴霾7000重，贼心的人与口不同。我弃过手里剑成功，也坠过生死我两空空，无人问计我行踪，都因我贫瘠且平庸。就是让我剑下断指，也不负我那儿七尺。这七斤臭脸要我死，我定要胜这天本子。我是相为谱的诗，我也是词里人的痴，我是七嘴里那厮，也更是最大的情痴。我阵间起过寒刀莽，我也曾胸怀侠义长，从内向死板遮房，到不嫌青楼记从良，从我情仇喜怒必讲，到拥抱着百感自赏，黑鸡聊上望星王，我也曾分散着北上广。此刻我一介浪子游，只求这一曲碎心头，情怀不止于酒楼，这寡欢不出于温柔。就前一支接前一手，来上一番鬼词媚口，去天南海北处通走，都是我与大梦为友。我进入了7000个失望，也吹走了万米凌云上，我不做衬托水的像，也不是看破世俗样。我只想宫廷草木夜，来串醒我的百感剧。我并非于心做着戏，也不斩夜色空门第。这说就是两醉七心，我敬着天与地不均，各种求师不求因的江湖问路不问心。就与我这月影孤蓬去俯瞰群家夜阑城，这城下灯火通明，我心也忘意欲放情。他时常把嘴一说，他陪着最爱听的歌，他总嘀嘀咕咕说着天大却也没个窝。你如月影一上课，来讨我风姿句句恶，我泪眼红于酒而色，是你见过的第几个。他这个上传的这个安装这个的时候，我把回到根目录，回到根目录啊，这个 home 这个目录，然后上传到 home 里面来，第二出来这个3W 其实可以删除的啊，就是可以删除的。点击上传啊，把我们的这个源码拖到这里来上传，可以上传啊，等它上传完成。节约一点时间。
如果离开以后得到的会是什么，是难过，是孤独，还是接着下一个？放不下是个借口，我叫人折腾，爱有始有终，我不明白牵着的手怎么牵着牵着就放了。也许爱让此刻变成灰色，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，感受着仅存的快乐。回想我们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只有我们俩个别人没法懂得。你说你累了，能不能放我？我走了，你别再难过，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。记得以后你要快乐，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。我走后你别再想我，尽管有太多的不舍，这是你要的自由，我还给你了。我走后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感受无聊，抱怨着卑微的生活，独自走在街上祈祷，曾经全心全意对你却没有丝毫感动。也许我走后才能给你自由的感受，曾经有那一刻是真的想把你娶回家，承受着社会的压力，疲惫不堪到这时差，想过如果有一天你还能够回心转意，那我也放下所有事情跟你享受一辈子甜。这个速度算是非常快的了。我走了，你别再难过，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。记得以后你要快乐，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。我走后，你别再想我，尽管有太多的不舍，这是你要的自由。我还给你了，我们度过这幸福时刻，拥抱眼泪了，看一下我们这个也变得忐忑，内心不需要去追历史的这个文件夹也可以删除啊，然后还有这个父母的，把它一下。我们既然只是过客，从陌生到熟悉，连上之后我们把钥匙包删除了啊，就这四个，然后我们来环境还要配置一下啊，装的啊，这个我看一下啊，对，回忆。这里先上面安装，我们要安装一下啊，它五八。安装啊，装完。暖暖的春风迎面吹，桃花朵朵开，枝头鸟儿成双对，情人心花开。嘿呦嘿呦，你比花还美妙，叫我忘不了。嘿呦嘿呦，秋又去春又来，记得我的爱，我在
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把那桃花采。好了，已经安装成功了啊！安装成功了，我来说一下。这个服务这里啊，这个Java上面管理器的这个服务里面啊，这个端口要改成8088，把这个8082改成8088。你确定不改的话，它会继续占用。啊，8088修改好了啊，修改好了之后呢，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汤姆猫的这个配置修改，把这里的这个配置好，生产完成，我们点击导入啊。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，先把这个密码不是整理到这里，接下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安全里面啊，这个端口1-65535的这个端口放进一下。1-65535。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。好了，放心成功了啊，接下来我们就修改我们的这个源码文件。第一个要修改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后台文件啊，我们直接把这个路径复制一下。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还是泛滥，软弱陈旧的差错，回色到了之后，然后就改用这个。那你要改的就我们的这个就别再畏畏缩缩，太多的借口，太多的理由，别再问我难过时候怎么过。或许会好好的活了，或许会消失无踪。你在乎什么？一个 IP， 这里只计划一个 IP 啊，没错啊，啊，就是这个密码也是计划的，这样，好，啊，回测等一下，然后就保存，如果你觉得自由是快乐，还是分了？软弱陈旧的差错，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。太多的借口，太多的理由，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。如果你想离开我，
不开的话，就别再以为畏缩缩，太多的借口，太多的理由，别再问我难过时候怎么过，或许会好好的活，或许会消失无看两下，今天就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IP， 一定不要多选，这个端口不要动它，点击切换，我们 IP 复制上，点击两个回撤，保存，点击这个档片，等于是先换一个 IP。看天开始伸出发吗，流过了吧，忘记了吗，窗纱边餐台的配搭，曾经种花，如今暗哑，谁从屏幕里看从前，回撤，而谁停下企鹅门前，好，点击擦掉，好，点擦掉。啊，这样的话我们的后台和服务端就修改完成了啊，后台和这个代理就修改完成了，就像我们有修改我们的服务端啊，服务端只修改两个地方，他说四个地方，因为有 L7， 你来进去看一下啊，复制一下这个路径，粘贴。回撤，找到我们的这个 DP 的啊 ，DP 的啊，这里，忘记第十行啊，第九行和第十行，九行不用管，它是 IOG 啊，只改第十行，改一个是十二行，279啊，就是我们的数据库啊，我们直接复制一下我们原来的数据库，选中它原来的啊，切换。回撤按两下就可以了，回撤不用一个一个去找，回撤两下就 OK 了，擦掉第二个地方啊，对，点击一下我们的路径，回撤也是找到 DB， 把这个如果也是第十行开始，直接用第十行这里进行切换，看我们的就 OK 了，重新出发吗，回撤两下，好，好，这样就修改好了啊。接下来就还有我们的这个 APP ID 的，广告的，我已经开发平台了。点击那个 Justin 啊，复制一下我们的这个路径，粘贴，回撤啊，找到我们的这个 MH5 开头的哈，这个 MY 开头的啊。APP 和这个公共 APP 就是两个都在同一个目录里面，选取啊这里这个，然后我们的这两个要用到十六进制的工具啊，我们下载到桌面上去啊，把它放在这里面了，改过的这个选项，这里就把它删除一下啊，那你就给你们搞到这个桌面上吧。一个一个先下载下来，你下载，啊，也是下载这个目录，哎，这个 MY 的，你下载，把这两个都下载完了，打开我们的这个工具啊，十六进制工具，网上都有。本想鹤立鸡群，奈何相貌平平，我以目见机。十六进制工具网上都可以下的啊，打开我们的这个刚下下来的，应该 HUB 的。打开之后呢，我们要搜索它原来的这个 APP ID 是没有写的，搜索原来的这个，你搜索，发现一些情况，早早的换成了，改的要改成自己的。照着明月，人世间晃呀晃，爱恨不过是一瞬间，然后就是我们红尘里飘摇。上的水找了明月，人世间望呀望，爱恨重复过千百遍，红尘里飘摇。
样第一个我们就改完了啊 ，H 五的车子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啊，还有我们的小雨在外边，是搜索，喜欢。要现在要把拖到服务器里面，把原来的删除了啊，好太多了，原来的这个服务器上不要删错了啊，不要删错了。现在我们要重启一下服务器啊，因为刚才说的就是修改的地址，重启一下服务器。那我们先把这个端给搞下来啊，先把这个端给搞出来。我这里就只给你们演示这个安卓端的啊。我脑海里全都是你，无法抗拒的陷阱，难以呼吸。Tonight，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？是否还要掩饰最后的期待？我去配个会员吧。一万次悲伤。我这里只给你们演示这个安卓端的啊，后端也是一样的。现在模型哇，点击这个中端啊，现在要启动一下我们的服务端，中端，我们中端密码。所有文件要必须文件是 GPG， 不然会失败的。郭某回到郭某后，然后这里可以选这个权限啊，全部选成777啊，不然它会失败的。然后回到中端，我们把这个命令跟一个一个的粘贴啊，第一个 AD 过来的回车，然后下一句。好，这样后台游戏就成功了，成功就是带你后台了。
然就启动成功了，这个东西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端了啊，要这个端是必须要一个我们的这个十一位的这个 IP 或者十一位的这个域名。算了，我们去准备一个我们的这个十一位的域名啊，十一位的我去解析一个吧。这个解析 IP 的话，直接就是解析域名的话，直接把这个 IP 解析上就可以了，不用绑定的。解析好了啊，我们直接来用这个绑定出来的工具，找到我们的这个 ASS 的 RES 里面啊 ，RES 里面的，找到这个。这个域名，十一位的这个域名，它原来的不是啊，切换为我们要使用自己的域名。一个地方是改我们的这个 APP ID 的，找到这个目录 SM 的。
阿吉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他不去，爱飞你打到最下面。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，这个年过记忆的这个电影，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上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我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和负担里面可贵。那些全部计划，帮我删，擦掉，这样我们的安卓端就盖好了。啊，服务器。别再说是谁的错，让一切微信成灰，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。好，这样就改完了，改完了回到这个目录啊，编译回去啊，改完之后就编译回去。好，编译回去，因为这个方法一个改了几个地方的，我们要把原来的这个压缩包删除。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给它压缩回去啊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我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能真情可贵。它有一个空目录，一个空目录的啊，最下面。就算全世界离开你，还有一个我来陪，怎么舍得让你受尽的风吹。然后最后的感觉是一个啊，按键添加到压缩文件。就算全世界在下雪，就算候鸟已南飞，还有我在这里痴痴的等你归。点击剪辑啊，点击到科目录，有些泪，然后把这个念下来，想要一个人静一回，回到科目录，你的眼含着泪，我的心也跟着碎，你为那个人憔悴，为他扛下所有罪，我为你执迷不悔，谁也无法入睡。就算全世界离开你，还有一个我来陪，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。就算全世界在下雪，就算候鸟已南飞，还有我在这里痴痴的等你归。电影成功了，已经。雨停着天空之间，像泪在眼眶盘旋，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。沿途经过了从前，还来不及再重演，
拥抱早已悄悄冷却，变异好了啊，还嘲笑变异出来的 APK。 等他把这个微信群给下载出来了，我们后台都还没有看啊，后台后台星空下拥抱着快凋零的温存，爱只能在回忆里完整，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，不敢让你看见嘴角那颗没落下的泪，如果这是最后的一夜，在你离开之前，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？别饿啊，别饿了。游戏公告这些都是免费看的，所以就是玩家后台不用改什么东西的，后台不用改什么东西。哎，你后台也是的，我这里不给你们看带你后台了。把这个编译好的这个文件 APK 播进来，安装一下。我们一遍成功啊！雨停止，天空之间，像泪在眼眶盘旋，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。我们打开一下。沿途经过的从前。还来不及再重演，拥抱早已悄悄冷却，还嘲笑淹没了离别时的黄昏。好，进来了，进来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去测试一下吧，测试一下这个痛啊！但是我现在没有用户了。温存流流，然后三岁再回忆这个游戏啊。我说一下这个控制啊，控制的话要在这里玩家设置测试账号啊，这个测试账号把这个添加测试设置把背景设置好了之后，我们就比如说大金花的这个大金花这个它进去就是自动就是透视的，然后比如说牛牛牛牛之类的，它是在右上角这个某个部位右上角，然后它不是不会让你看见的，它是隐藏触发的啊，你要点一下，点一下这这个部位，它就会出现换牌啊，然后你就换就可以了。商店是没有的啊，这个功能是没有开通的啊，就是没有任何通行路径的，这个就是娱乐游戏啊。创建我们的桌子啊，积分什么的啊。这个教程的话，我会发到我们的源码站，源码也是早就发了啊。然后我们的这个本期的这个教程呢啊，就到此就结束了啊。这个网站的地址大家记一下啊，梦里圆满点 JP 点 top。 好了，本期的教程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